告诉你，是周会长把你救了，周会长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今天呀，获得自由了。你出来以后，有没有人再抓你，我可不管了。冉玉祥出来了，真的，太好了！但愿他天黑之前还能活着。石大专员，今天在场的各位，我都要感谢，唯独不感谢的。就是这个王八蛋周瑜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不会是宫廷打进来的吧？闭上你的臭嘴！这种鬼话你也相信？大家冷静，冷静！乔捕官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，刘连长，保持自作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，快！失火了，保安团失火了！王团的弟兄，跟我进去。嗯。大家都不要慌。宫廷打进来了，快跑啊！站住！快跑！大家都快跑！保护师长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！卢连长，保护师长也离开这，没事，没事，走吧，快快快，走走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真没想到，跑来跑去，还是没跑出你的手掌心儿，佩服。别动！我知道你的身手很快，但我的子弹更快。我就知道今天会有这么一出好戏，可没想到你们的计划如此精密，让人出乎意料。看来我低估你们了。聪明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说的这个他，是九阳地下党的负责人吧？除了他，还有谁？你终于招了，你就明说吧，他是不是周瑜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。我会找到他的。怎么样，你是乖乖的跟我走，还是？周大哥，你怎么还是下不了手？留着他还有用，你快走，我晚上再办好。师座，师座，怎么了？快，我扶他。师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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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来来，董事长，来来来，石专员。石少爷，怎么回事？师座有心脏病。我站住，把人放平一点。师座，石少爷。吓死我了！你终于醒了，石专员。哥的，你只是太焦虑，劳累过度。师座，师座，怎么了？师座，怎么了？师座心脏病犯了，多亏了周大夫。周大夫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举手之劳，应该的。外边情况怎么样？我们上当了。
师座，我猜啊，马场是共产党干的，他们就是想扫你的兴，让你呢当众出手。好了，这会儿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告我。师座，我们还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吧。乔副官，你不要乱说。石正言，乔副官说的不无道理啊，你是多得给自己留条退路。要留后路，也不是现在。石正言，我本来就是想联合一些有头有脸的人，去劝劝邵团长和涂小兰，让他们放了战一下。可没想到，你搞了这么大的动作。现在倒好，冉玉祥跑了，也不是你放的，这事情有点出乎人的意料。传我的命令，封锁全城，一定要抓住冉玉祥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师座，不要再搞得满城风雨了。涂小姐。过来帮忙，岳父。少团长，你不觉得你来晚了吗？岳父，请恕我无能。岳父，我们上当了，那把大火是共产党放的，他们趁机制造混乱，放走了不少犯人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帮助冉玉祥逃走。更可怕的是，让大家看到石专员的防御体系不堪一击啊。是啊，还是涂小兰说的对，我们大家这么斗来斗去，只有共产党得到了好处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只是相互残杀。好了，周会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救了我。应该的。乔主管，扶我进去。好，慢点。给你提供了这么好一个机会，让你干掉你的对手冉玉强，那你呀，还是让他跑了吧。你这个神枪手，可真是徒有虚名啊。二哥，我的枪法再准，也没你的准。你这是夸我呀，还是挖苦我？你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摸过枪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用枪杀人，有的人用心在杀人。用枪杀人的人永远是奴隶，而用心杀人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人。乌龙啊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你可以随时离开谢家。我早就发过誓，我的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我会永远跟着你走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我毫无怨言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今天这件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坦白的说，我让你杀冉玉强，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们谢家报仇。
这些年我们谢家树敌太多了，不太行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事态怎么发展了。你想取代他？哼，我还没这么大的胆子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想过这样的事儿。好了，早点休息。进去会唱高调，除了纸上谈兵，他还能干什么破事？半个多月了，九阳的城防体系依然是漏洞百出，亏我对他那么信任。共军三路大军直逼大西南，来势汹汹，九阳一旦失守，重庆岂能自保？司令，干脆把他换掉，另选良将。说得轻巧，九阳可不比其他地方，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，万万不可呀。那要提醒几个师长员，我看这土皇帝安逸得很，根本没把司令的话放在心里。马上回电，让他回重庆述职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宋司令电文。电报上怎么说？宋司令，让我马上回重庆述职。师座，你千万不能回去，你这一回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是啊，这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师座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主动和九阳地下党取得联系吧。他们已经派人跟我联系过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约个时间和他们具体谈谈。不能太近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，不能鲁莽行事。只要有绝对的把握，才能跟中共联系。我想中共一定会再派人来跟我取得联系。现在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。嗯，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中共近日就要强渡武江。作为九阳战区的最高指挥官，您是不能离开阵前的。宋玉啊，你说的对，就按你的做，我们应该谦恭一些。马上给宋司令发电。是。现在刘邓大军在江北已经集结完毕，随时都有过江的可能。我军的防线虽非固若金汤，但是我们也能抵挡一阵子。下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一定要确保拱滩和秀山的绝对安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们现在只等九阳方面的消息，
使专员已经回电了。哦，这么快，他是不是找个什么理由不来重庆了？司令英明，他说共军即将渡过吴江，此时此刻他断然不敢离开前线，是与二六三师弟兄们共存亡，是与九乡百姓共存亡。侯站长确实说对了，这个石专员他根本就不敢回来。我们是鞭长莫及啊，对他这种人我们不能埋硬的。侯站长言之有理，再说石义堂是委座亲自点的将，我不能不照顾到他老人家的感受啊。侯站长，您有何高见？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这件事的。你看啊，石专员独掌一方，连司令也奈何不了他，他对我们保密局的人员就更不放在眼里了。我不是奈何不了他，是考虑到党内团结不可肆意制造分裂，当前局势由不得我们自己再起内讧啊。司令高瞻远瞩，侯某佩服。客套话都不用说了，直接谈谈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那就是适当平衡石专员的权力，让他知道自己身边有人治得了他，可以随时向上面反映。你的意思是提高保密局情报人员在九阳的权限，让他有所顾忌不敢乱来，还可以监督他的一举一动，严防他与共党接触。好，就按你的计划办。喂，石专员不在。啊，找谁的电话呀？哎，找石小雨的。嗯。爸，看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本《资治通鉴》都看了三遍了。是啊，可是每一遍看的感觉都不一样。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，蒋委员长也很喜欢这本书。他每次下野东山再起的时候，就是从这里边找到的灵感。蒋委员长是很高明，但是啊，他得看清现在的局势。小雨啊，那你跟爸爸说说，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呢？就连瞎子也能看得出来，现在共产党一发不可收拾，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中国，大军压境，整个大西南也会很快收入他们的囊中。小雨啊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记住了，在外边更不能说。哎呀，爸，我是一个女孩子，我说什么别人不会在意的。是啊，可是你是我的女儿，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会在意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走，陪爸爸散散步去。哎哎呀，爸，我认为表姐这个人不是莫测，你一定要提防着她。是啊，我一直都在提防着她，不过呀，我也得让他三分呢。怎么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现在宋司令下达了命令，突厥兰破格提拔成为了四省边区的特派员，这次让他到九阳来协助我的工作，这不明摆着在分散我的权力，让他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呢？走一步说一步。爸，我劝你还是要事先提防着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跟中共接触一下，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。哎呀，这臭小子就像刚刚投胎转世啊，从没尝过人间烟火。我女子见不到你们了，真没想到，我又出来了。这都多亏了老周啊。
他为了救你，不知跑了多少路，找了多少人，磨了多少嘴皮。行了，不说了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嗯，等九阳解放了，还需要我们每位同事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每一份力量。嗯，所以，我们不能轻易倒在这黎明之前。我们要一起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啊！哎呀，到了那一天，我还真该考虑娶个媳妇儿了啊！瞧这出息！小雨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谈这个问题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对冉一强有好感？可我觉得你对周瑜更有好感。爸，现在能不能不谈这个呀？为什么不谈？啊，他今天在这堂而皇之的逃跑了，让我的脸面都丢尽了。那你该不会要把他抓回来吧？对，我已经下了命令，全城搜捕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如果是死尸，也要抬回来，我要亲眼看到。爸，可是他不是地下党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共产党？我猜的。猜的？小雨啊，爸爸跟你说，跟他断绝一切关系，听到没有？听见。瘦了，那是，娘，监狱的饭没有娘做的好吃啊！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这就叫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娘，我特对不住你，老让你不用担心。我就一直在想啊，上辈子不知道欠他们家什么人情债，这辈子啊，老是替他担惊受怕的。玉强，赶紧上楼，快脱起来！哎，对了，花姐，玉祥就交给你了。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他，十一堂这次真的是大发雷霆吧？放心，这次我一定把他藏好了。嗯，那我走了，注意安全。好，保重，快上去。嗯。小雨啊，以后爸爸的事儿你就不要插嘴了，爸爸都是为了你好啊。爸，可如果你真的抓到了冉玉强，你会杀了他吗？我刚跟你说过，爸爸的事就不要插嘴了。爸，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都想跟您说，可是我怕您生气。好了，小雨啊，爸爸现在的心烦事儿太多了，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。哦，现在天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你们两个守好这道门，保护小姐的安全。是。各位，现在共军大兵压境，我们九阳的商业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什么叫生死存亡的关头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姨父，周会长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你们商会有什么新举措，也该一视同仁，照顾一下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。否则，以后其他商人还会来贵地经商吗？别忘了，我们也为石专员的部队捐了不少物资。专员，你说呢？啊，这里是商会。我是个军人，你们经商的事我不懂，还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涂老板言语辛辣，我算是领教了。这来者不善呐，不过既然来了，
请坐吧。哎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啊，我个人认为，在石专员的统领下，整个九阳局势稳定。大家该吃的吃，该喝的还得喝，正是做生意的大好时机，犯不着杞人忧天。共军兵力再多，也不会不顾及我们这个固若金汤的防御系统。石专员，你说呢？好，大家放心，你们就做你们的生意。在这儿呢，我向大家表一个态，只要我石义堂在，我就会保九阳百姓的平安。你们大家放心好了。周会长，此事就拜托你了。好了，诸位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走一步。多谢专员大人。慢走，专员。石专员，慢走。好。这个。这怎么样？这个戴上去好看吗？小姐，你戴上去真漂亮。我邵某人的未婚妻当然很漂亮了。小雨，咱们两个人的婚期快到了，你看咱们要不要去做几件新衣服？随便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爽快。那这件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对了，小雨，咱们的新房子我也已经规制的差不多了，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过去看看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。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既然邵团长决定，就听邵团长的吧。好。老板，这个记我账上。这么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？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不同意。你好像每次都对我的决定是怀疑态度。我们九阳地下党是没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精明能干，但对于事态局势的发展还是心里有把握的。老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。什么叫时机成熟啊？今天在商会上，我观察石义堂几乎穷途末路，他面临的压力很大，对未来很茫然，这正是我们出击的时候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发现石义堂确实跟其他国民党军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正直、善良，真心实意在考虑老百姓的幸福，他根本就不想打仗，他心里很明白，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。难道等我们的部队兵临城下才去劝说石义堂和平起义？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那石义堂也是被迫无奈。他更希望我们能协助他敲开和平的大门。经过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，就是让他逐渐意识到他自己的道路是走不通的，只有起义才能挽救这里的一切，包括他自己的性命。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，宋希濂很可能会冒险临阵换将，把他撤换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就干吧。我们派谁去谈判呢？派谁去都不合适。他身边的耳目众多，上次我们有一位女同志就为此牺牲了。我们必须找到最稳妥的办法，先和他通通气，传达我们的意愿。我想红叶同志一定有办法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避免正面接触，先探一探石义堂的底。王参谋，专员，有什么事？这封信是谁送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下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
他们终于再次和我联系了。离解放军渡江不过四天的时间，我必须做出最终的决断。看来这位专员大人不太领情啊，根本没有答复我们。这说明他对自己的防御策略还是很自信的。就像小马说的，时机还不成熟。我承认自己判断有误。不，我认为石专员还是持怀疑态度，即使他有这个想法，也不知该如何跨出这一步。看来我又判断有误了。老周，我琢磨着这个石专员还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打击，所以对我们的意见不屑一顾，防备心理还很强啊。看来我们还要加大行动力度，给他造成更大的外部压力，敲打他的敏感神经，逼他拿出最终的决断。老周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办法了？哎，说对了，是鬼招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们会适可而止。我建议你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喘息的机会。解放军马上就要过江了，不能再喘息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老子要是真的成了石专员的驸马爷，以后你们就有吃不完的佳肴，玩不尽的女人。太好了，谢谢团座。来来来，团座。来，干！报告。进来。团座，干什么呢？这么慌张？在协工馆后面的祠堂里发现了几支枪，可能是丢失军火的一部分。真的？探长，这里，就在这里面。哎，这儿。哦，这里边还有。这都是。枪不错，没错，都是好枪。我问你，这间祠堂是谢公馆的吗？是。拿着。谢少爷，你来得正。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？我还正想问你呢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地盘上？问得好，可我现在比你更想知道，为什么这些军火会出现在你的地盘上，而不是其他的地方？少团长，你怀疑是我劫持了那批军火？你怎么知道这批枪是那批军火的一部分？我说了吗？少团长，你我相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的为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看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都不算。这样，我现在马上带着这批枪去找专员大人，还是由他老人家做个定夺吧，你意下如何？你明知道我们谢家跟石家水火不容，如果到了专员的手里，那我们谢家还脱得了干系吗？嗯，迟早要被他石专员给整死。谢少爷，你跟我是兄弟，我一定会替你说好话。就这样。连你也怀疑我，这他妈明摆着就是栽赃陷害吗？对，就是这批枪。师座，谢府的人为人歹毒，上次我们就是被他们给蒙了。
这次我们要是再不动手，说不定他们会带着宝商队出城投降共军，到那时就为时晚矣。邵团长，你的意思呢？我听岳父大人调遣。我听说你跟谢公子交情很深，你就不怕谢家报复你？岳父。 我现在跟您是一家人，那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所以我一定全力站在您这一边。好，那还等什么？去吧。明白了，就按岳父大人的意思办。乔副官，不用着急，先让他们自相残杀再说。 谢公馆给老子围了，记住，就算是一只猫一只狗，也要给老子抓住。邵团长，谢府不是妓院，你想怎么糟蹋都可以。谢二爷，我这可是奉命行事，你最好识相点。呀！二叔，这肯定是施一堂长干的。 我早就说过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出来干什么？回去！我不要再活得这么窝囊了，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。你说什么？你跟他们同归于尽？你的命就那么不值钱？给我滚回去！我。 石专员真认为这次军火是我们劫持的？我不怀疑你，但我相信事实。乌龙在哪？你是不是又让他行动了？赶快让他撤！我不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 Thank you.
来来，为了感谢共产党，咱们呀再干一杯。这话听起来也挺别扭的。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，失败也在所难免，关键是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。相信我石宝，我们一定能把共军消灭在乌江里。